家都说脱衣服很简单，穿衣服很难，一直都是在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转移注意力。想让人转移注意力的不止郭书瑶一个，自从学会了卖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男人们只看我的胸。但是 Q 主播看了之后，怎么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呢？还我大胸女主播！大胸有大胸的不安，贫乳有贫乳的艰难，丰胸是个技术活。香港嫩模是这样的，其实我想摆多少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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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俯二分三推拉伸。韩国思密达是这样的，가슴골지금부터만듭니다제가정준하씨가슴에다대고해드릴게요집에서할때는자기가슴이에요이렇게 이렇게바깥으로하는데여기요바닥을이용해서가슴골을잡는데여기밑에부터가슴골을끌어당겨서목젖까지당겨서이거를10회다있어여기사이사이에다있어서이게다뚫어주는거예요내디루뇨시제이양디一个是这边乳房的右边有个穴位，然后一个是这边也是一个穴位，还有一个穴位就是中间，总共这是三个穴位，这边也是一二三，这三个穴位经常按的话，然后在胸部内部推的话就会有丰胸的效果。各位亲爱的网友，你们现在收看的不是丰胸节目，